把你的孩子送到国外去，你引以为豪，我们缺了什么？我们缺了一份自信，缺了一份信心，更缺乏了一种精神。From the people I've been working with here, I think it actually is really good. I think it's actually very good. I've been studying now for about 8 months in a private school here in Jing'an. And I study Chinese almost full time. And the teachers are really, really good. And Shanghai is a very good environment to study in.不是不自信，太自信了，所以要送小孩出去。他的这个言论呢，应该说呢，也有一定道理，可能也代表了很多家长的那个意见。不能说是送到国外就说是缺少精神啊。每个孩子个性不一样，那还是看孩子到底适合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的教育体系吧。中国教育它很接轨啊，它现在好多学校的实验室也挺好的，本来是没有资金，现在越搞越好，比国外好的也有。中国的质量应该说是好的吧。他们好像比外国人读书扎得紧。老师叫你做什么，学生就干什么，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是特别强。小孩送出去读书，这没什么不好啊，全球统一化，对吧？我的女儿也在国外读书回来了，在上海现在很好啊。小孩呢，到国外去呢，镀金是可以的，但必须念完书以后必须回来。我目前不会考虑。